女人穿着普通来到一家鞋店，销售员看了看对方的打扮，他觉得女人买不起1000块的鞋子。请问这双啊，不好意思，这双只有36码了，您穿不了。看着一位身穿名牌的客户，几个服务员围着跑前跑后，这年头买个东西都要看服务员脸色。这时女人又看中一款限量款的鞋子。这双38万有吗？这个我得帮您查一下有没有货，您确定要吗？我不是，我怎么确定啊？不是，我要查了半天您又不要，我不白费力气。那你这不就干这个工作的吗？服务员觉得女人就是在浪费她的时间，直接把她推荐给新来的实习生。没想到这位实习生很是热情。我看您之前也看了其他两双，我也都给您拿过来了，可以试一下。女人对实习生很满意，表示不用试了，我全要了。然而在结账付款时，刚才那位服务员又恬不知耻跑过来，想要抢走实习生的业绩。好，我来帮您结吧，他是实习生，系统不太熟，不好意思。我想让他帮我结，我没事，我闲得很，慢慢来，我能等。